顺泰在做这个产品，因为是一个海岛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把产品走出去，希望它能做出来也可以走向一大海，走向国际市场。我们希望的是说顺泰能够有一天也能够是一个有价值的，让外面的这种投资者更有肯定的一种公司，这是我一直在梦想着。顺泰在 RF Field 这个领域十几年了，客户常常提出非常严谨的规格要求，所以我们的客户不断的要求更深的 rejection， 更少的 loss 在 insertion 上面，在 slope 上面有更陡的 rejection 上面，所以顺泰的 engineer enjoy 在他为客户解决问题上，客户非常非常的乐意跟我们的 engineer 去做双向的沟通。顺泰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客制化为主的一个公司，那所以在客制化这一块的话，它要求的一个速度跟技术能力就相当重要。在速度上面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实验室雕刻室，可以很快的从头到尾去做一个很快的应变设计，然后能够做出这些样品。你看这些产品曲线的话，你可以感受到这些艺术之美在里面。我几乎可以很自豪的告诉我的顾客，画一个你要的波形给我看，我们就把你要的滤波器，我们就有能力把它做出来。我想这是全世界其他的供应商很难做得到的。客户都会问我们怎么确保我们产品的可靠度，还有我们的品质能符合客户的需求，就是从我们的制造检验，还有我们的管理，然后到我们的习惯，那我们希望能够很扎实的在训练每一个员工，能够把我们的品质意识然后落实到他的习惯。在我们的产品研发的当中，我们就会做一些可靠度的一个测试，我们会针对我们产品的环境测试，振动实验或落地实验、拉力测试，来做一个产品的一个保证，自然而然的我们的产品就能够很健全的在产线上run。顺泰95%以上的产品都是外销，我们提供从美国、欧洲以及到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顾客。You might have seen us in some of the exhibitions we have participated in, for example, the ANGA and the MediaCast in Europe.
Then we've been to the CES, the Cable Show, the Western Show, and the SCT Expo in the US. Cable and Broadcast in Singapore. Of course, the Tyconics here in Taiwan, and the Cable and Satellite Show in India. We are constantly adding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we have a new product line of high-performance products serving our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 North, 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for the last 10 years.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宽频的MOCA， 也就是多媒体同轴这个联盟里头，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让人们未来的生活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改变了过往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愿景是希望，顺泰的产品能够加速人类的生活做一个更快速的改变。最佳的服务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客户，把产品当作一个雕塑性的产品来苛求自己，把产品做到更精致。让大家都知道说有顺泰这么一家公司。希望这个团队是一个幸福的一种团队哈，来为市场而走。I can say everybody has been very satisfied about our quality and our punctuality for lead times.You will find that working with us is very easy, very satisfying. We always provide the better choice for you.